超过95万户住在祖屋的本地家庭，下个月将能够继续获得消费税补助券、水电费以及服务与杂费回扣。财政部说，一房或者是二房式祖屋住户可以获得285元的水电费回扣，三房式可以获得255元，四房式225元，五房式195元，公寓式和多代同堂祖屋单位则是165元。同时， 一房或二房式祖屋在7月份可以获得一个月的服务与杂费回扣，三房式或者其他更大型的祖屋单位则是获得半个月的回扣。2024财政年的水电费及服务与杂费回扣将在今年4月、7月和10月以及明年的1月份发放，这是政府在2024财政年发放的第二轮回扣。